娱乐圈三不要，不要聊杨幂，不要和吴京喝酒，不要和谢娜吃饭。一不要聊杨幂，杨幂这些年身价一直暴涨，受到很多导演的青睐，她做主演的扶摇、三生三世、十里桃花收视率超高，演技也获得很多人的好评。但是杨幂的大额头一直被观众诟病，之前在翻译馆中被黄子韬聊发的动作被网友截了图，那个额头简直震惊网友。二不要和吴京喝酒，吴京是一个武打明星，大家都知道他有一身武术，之前他的战狼二在获得高票房的时候，他和朋友一起喝酒庆祝，一般喝酒都是拿小杯子喝，最多拿瓶喝，吴京直接拿恒喝，那酒量那场面你们可以脑补一下。三不要和谢娜吃饭，之前何炅就在节目中说过，谢娜小气说每次吃饭谢娜都会找各种理由逃单，最后都是何炅出钱。